昨天看了你的作文，实在是太逗了，你也太有才了，你让我一个晚上都睡不了觉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，标题：蜘蛛开店续写。蜘蛛开店，一分钱也没赚到，反而把自己累得要死，心里不是个滋味。他决定要报复这个设备。蜘蛛刚刚织好一张网，一只小苍蝇就飞过来了，好奇的盯着网。这是什么东西？我怎么从来没见过？蜘蛛一看是苍蝇，马上来了精神。神秘说：“你不知道吧？这是我新发明的网吧，叫一网情深。要上网看看吧。上网？什么网？要钱吗？”小苍蝇疑惑地问：“哎呀呀呀，我这是高科技的互联网，只要你进来碰下网，天下奇闻趣事尽览皆知，而且终生免费。”小苍蝇一听是免费的，迫不及待地拍拍翅膀，可是一刚碰到网，四肢发麻，动弹不了，追悔莫及呀。旁边的蜘蛛哈哈大笑：“天下哪有免费的晚餐，不给你下套你怎么会上钩呢？”你没进来的时候，这个网叫做一网情深；你进来之后，这个网叫做天罗地网。过了一会儿，一只蚊子飞过来了，他说：“我们蚊子家族与你无冤无仇，你为什么总跟我们过不去呢？”“为什么呢？”“不要把我们一网打尽。”蜘蛛说：“小样，我平时看到你总是放人家的血，我这是受人委托，这叫做为民除害。”我的妈！蚊子哀求的：“哥哥呀，我们都是昆虫，我自知罪孽深重，吸人的血，钉几个疤，也不至于死罪吧？你就网开一面哦。”“你这叫求我办事？”蜘蛛说：“哼，自古以来，我们和人类就非常的友好，你难道没听说过蜘蛛侠吗？杀！想从中挑拨离间，我定让你有来无回。”说完把蚊子的血给吸干了。厉害！旁边的屎壳郎实在是看不下去，对蜘蛛大喊：“丑八怪，你也太嚣张了吧，上你的网那叫做自投罗网，可你吸他们的血，你这又是指哪一出啊？”蜘蛛说：“你懂个屁，老娘把网染成红色，我就是正儿八经的网红啊。”这样就给招来很多爱慕者，挡在我的石榴裙下。石哥一听火冒三丈：“啊呸，气死我了，老太婆还挡在你的石榴裙下，我虽然是吃屎长大的，但我从来不祸害民众，跟你混怕是玷污了我的名声，去你的老太婆。”